重心妈咪呼吁宝贝，我们听你。在这里，真的很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拿出你们的时间。我们钱再赚就，但一定要陪你的小朋友快乐的成长。拜托大家。近日接连发生三起虐童事件，带走三个小生命，演艺圈众多新妈都不敢置信。针对像这样子的罪行，是不是应该要有处于重罚严惩？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现在还在受虐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现在还在恐惧跟害怕随时可能被剥夺性命当中？我们可以平常多去注意我们左邻右舍的小孩有没有一些异常，或是晚上可能尖叫或是哭叫之类的，从蹲亲睦邻开始下手，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帮到一些很无辜的小孩。我觉得我自己有小孩，我可以了解小孩子如何的依赖他的父母亲。当他的父母亲没有办法给予他们一些妥善照顾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失去了全世界。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能力照顾你的小孩，请你求助于我们社会很多社会团体。你试想一下，如果人家用同样的方式在伤害你，这有多恐怖，这有多痛苦，他会知道多大的恐惧跟伤害在他心里面。任何一个生命都非常宝贵，请不要伤害他们。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有任何像这样子的事件发生。多关心他们，多给他们爱，那希望世界更好。我想要守护我们的未来，我想要守护你，为你勇敢。苹果乐 online 关心儿童，从你我做起。报道，向苹果爆料最有力，照片1000元，影片2000元，奖金送给你，我再捐款。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人人都是记者，爆料一举数得。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